敷完面膜后要洗脸吗？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周燕，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那么我的建议呢，如果说您敷完面膜，最好还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因为我们的面膜的作用呢，主要是将我们面膜中含有的这些滋养成分啊，敷入我们的皮肤。那么在您敷了20分钟之后，往往呢，我们的皮肤吸收已经达到一个饱和，如果不清洗，其实它残留在皮肤上，可能也会影响您的皮肤健康。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再接下来去涂抹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精华等等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可能就会比较难以吸收。我们应该间隔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涂抹。那么在这个之间呢，我们最好进行一个简单清洗。但是呢，我也不建议用太强的清洁能力强的这种洗面奶，或者是洁面皂等等，因为这样可能会把我们刚刚吸收到表层的这种营养素可能就会被洗掉，所以我们就用清水简单清洗一下就好，把残留的这种面膜洗掉就可以。